经典电影院最想念的光阴，晚春情事。这是三百大洋，算是夏。荣获1989年亚太影展最佳影片、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。你喜欢？在动荡纷乱的时代里，女人身不由己的命运，以及她的欲望、挣扎与无奈。陆小芬、马景涛，1月9日中午12:30，晚春情事。